姐姐跟弟弟打弹珠，姐姐已经没有弹珠了，弟弟给姐姐帮忙补。目前彩票的话，姐姐比较少，弟弟比较多，快打完了。姐姐还有剩下一个，没有的话就拔下来吧。好，走，去换礼物，去换礼物。这次的彩券比较少，但是应该也是有礼物可以换，去吧。跟老板说。应该是那边走过去换的，但是那边不会去的。这边。直接走过去。再见，哇，好多人。姐姐，姐姐被人群困住了。人一起过来。还有吗？没有了。没有了，好，来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你好。再换一个牌，给我们分三个。好，可以可以。看有，一五十元，哎呀，三十元的那个。三十元的。来，上面拿去拿。第一排的都可以挑。第一排都可以挑。最上面第一排的，来，自己选一人一个。只能挑最下面的，一人一个哦。挑哪个？能选一人一个吗？哎，对。那下面三排都可以。到最右边都可以。可以。可以，谢谢，拜拜。走了，快点下来。你今天挑什么？好，哇，这里有这个卡片呢，游戏王的卡片，这很高级。好，你拔下来，拔下来。好，换姐姐了。拔下来了，就要弟弟了。那你就再挑就好了，不是还有类似的吗？没有。过去还有，记得那边也有。三号。是是，那里也有啊。佩佩做脸罩，哎，好酷、啊！这个啊，姐姐。好，那个也可以选。你自己说好了。好。我好棒啊！姐姐跳。是你这个比较大。差不多啊，差不多大。